中国药科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是我国最早独立设置的药学高等学府，是我国首批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院校。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重点建设的大学，建校78年来，中国药科大学秉承兴业济全的校训，弘扬严谨求实、团结创新的校风，存心以人，任事以诚，兴药为民，荣效报国，走出了一条不为药、虚为药、因为药的特色兴校之路，发展成为了以药学为特色、理、工、经、管、文等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等方面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成就。学校地处南京，现有玄武门和江宁两个校区，占地2200余亩，在校生15128人，在职教职工1400余人，下辖10个院部系，设有25个本科专业、5个高职专业、40个硕士点、24个博士点，药学、中药学2个博士后流动站，23个学科专业可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在教育部学科评估中，药学、中药学学科始终名列前茅，学校师资力量雄厚，荟萃着众多的药学院士、专家、教授。现有天然药物活性组分与药效国家重点实验室，已建成完整的临床前创新药物研发各节点相关的省部级重点实验室、技术平台、工程技术中心，学术科研成绩斐然。学校大力实施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取得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教学成果，是全国唯一连续3届蝉联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的高等医药院校。学校重视国际交流，与多所国外知名院校签订了本科生和研究生联合培养协议，毕业生就业率连续多年在江苏省高校中名列前茅，是教育部直属高校中就业率最高的院校之一。学校多次荣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就业工作先进集体以及江苏省就业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中国药科大学为改变我国缺医少药的落后面貌，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建设医药大国，引领高等药学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